今天又做了一锅懒龙，皮包的荷花卷还是简单好吃，柔软多层，超级的入味。酵母用的是老面味酵母，一包可以发两斤面，300克面粉加2克酵母就可以了，再加180毫升温水，搅拌成面絮，揉成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，盖上盖发酵。300克肉末，加生抽、老抽、豆瓣酱、辣椒粉、五香粉，再泼上热油，加点香油，搅拌均匀即可。面团发好之后，先揉搓排气，分成两等份，擀成长方形的面片，抹上肉馅，撒上一层葱花，再从一边紧紧的卷起来，切成两指宽的小段，底部不要切开，中间再用筷子压一下，这样造型更加美观。放在蒸屉上蒸了一下形状，二次醒发10分钟，水开上锅，大火蒸12分钟，关火焖3分钟即可。柔软多层，肉香满满，酱香浓郁，真的超好吃，强烈推荐你试一下。